大家好，我是在越南九哥，拿着柬埔寨国王酒，越南到处走。柬埔寨国王酒让你桃花财运啥都有，重返青春十八初恋，真正国王在喝的，真正牛逼克拉斯，喝着难忘一生，不喝遗憾一生。游完泳回来了，也吃完饭了，然后跟九妹也聊了一些天，然后我已经给九妹新租了一套房子，啊，她现在不跟她姐住了。这个房子一个月是600万，他自己住一个房子600万，以后我去是不是有住的地方了？啊，然后他很开心，很开心，住完这房子，啊，省得总在他姐家住，看着他姐家脸色行事儿。现在呢，住的地方就是离他上班的地方也近，啊，特别方便，特别方便。在那个城市600万租个房子已经不错了，一二层楼的。啊，里边新装修非常干净。然后昨天大家所有的留言我也都看了，真的是群众的力量很伟大。我觉得真的是错过了这个春梅这个店，如果错过了它再去找真的很难找，因为我找了这么多年不看钱的真太少太少了。所以说我决定，虽然是在一起的时间短，但是我也决定拼一把试一把，我也怕失去吧，抓这个机会。然后他呢现在也是问我在他那里住，他自己还租过房子呢，跟他朋友合租的，两室一厅，一个月是3600块钱吧。然后他问我在住在他那里还住在我这里，我说都可以啊，听你的。然后他的意思还是想住在我这里，但是住在我这真他娘的刺刺挠挠的难受，我能憋死你啊！唯一的他用别的方法帮我解决，但是就是，哎，水帘洞不让进去看呢，不让进去参观呢。好吗？得好吗？不好。不好不好，为什么不好？不好，不漂亮，不漂亮，不漂亮。我喜欢。看衣服呢，看那个漂亮，那个漂亮漂亮，我喜欢我喜欢。哎呀，然后他呢，我准备现在就是你们觉得是，领证和办婚礼只办一样就行，在乡下办婚礼，市里指定是不可能给他那么快办，市里。乡下办主要就是他的一些家人之类的，然后如果要是办婚礼的话，办婚礼呢就是我也不能亏待人的呀，人家里那么多人去了，对吧？什么聘礼啊，三金呐、啊，但是他还没有说，他没有说。我问他，我说你做个预算，如果要是办婚礼的话，他也没有跟我说，他也不知道，他说我不懂，我也不知道，没结过婚。我人家要聘礼，我他说不知道，一问三不知都不知道。反正要不要我也得给，然后这一些三金呐、啊，还有这些钻戒啊，还有这一些，聘礼啊这些东西。如果只领证呢，那就方便了。今天我咨询了一下领证，需要我的单身证明啊，单身证明直接有专门给你开的，不用你去开，咱自己开不来，2800块人民币就给你开出来单身证明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个公证的价格，然后还有这个什么离婚证、结婚证，就这些证全可以，全可以提供，我全可以提供。然后体检，然后办理结婚。但是呢，如果要是领证呢，只领证呢，有两个：第一，我会省很多银子；第二呢。我领到证，我可以签。第二好处呢，就是我领到这个结婚证，我可以办5年的免签，然后也可以带他给他办签证，办也是办5年去中国的免签吧，去中国可以随便去。就这个优点，如果只办结婚呢，银子不少花，然后解决不了啥，所以我觉得领证对我来说。省银子，然后还解决了我签证的问题。
我是这么想的。所以你们觉得是办结婚这个酒席呢，还是领纸领证呢？你们给我出个主意。我觉得是领证比较适合，纸领证。然后我还是只是这么想嘛，如果要真的结婚，我会先领证，然后结婚再说。然后我还是想去九妹家看一看九妹。最近这两天我安排一下，安排完之后我想去看一看九妹。我还是放不下她，跟她聊一聊。哎呀，不知道怎么说好，反正是很想念嘛，很想念她，真的很想念九妹。我看这两天我忙完我就过去。还有就是他现在是他那房梁推掉，想搬我这里住了，这样的话我会很不方便，但是我还没法拒绝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这样天天在一起，那我整不好还得在外边再租房子，那就还得弄了，这样弄了，这个房子被他占领了。正常我这个房子是给另外一个车租的，他只周五周六周日来住。然后最近我都跟他说，我说我忙啊，怎么怎么地的，没上来，找的借口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好，我爱你。爸爸。什么？完了，现在他的时间也挺充实，每天学中文。中文学完不让他学了，然后学游泳，挺认真的，小游泳学的。然后我准备是目前两个先同时发展，这十天半个月吧，我看一看是怎么弄，我看看九妹是什么样的态度，然后再决定我们俩。因为九妹也不表态，有时候行，有时候不行。怎么了？啊？有啊，什么？有啊。啊，这个。嗯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现在这种生活就这个样子。他跟我说，如果搬到我这里来住，就是搬到我这里来住，我们俩生气都跑，都不知道往哪跑，住都不知道住哪里，自己家都没有了。就这个意思。所以我说不能，为什么生气啊？不会的。然后他今天就准备往过搬，现在是去我的屋子里太小了，他的衣服很多，一直让我买个衣柜，那我合计我就买个衣柜吧，衣柜正好放这个位置给你们看看。我屋里有一个衣柜，但是不够。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这个门嘛对着这个窗户嘛，所以这个对着阳台嘛，所以我准备这个阳台门之间放一个这个柜儿，然后它又可以放衣服，又可以什么的。反正这房间小了点儿，就拿风水来说，这个没有串通风嘛，没有串通风啊。他现在在网上开始看的，看的各种柜子啊什么的，各种看的啊，在网上先看。小腿儿绝对是没说的嫩潮的，反正是，哎呀，心里复杂，特别复杂，特别乱。毕竟认识时间太短呢，我也怕很多，怕你怕呀。你说我怕不怕？我怕。我恨你，我怕你。你说我。我怕你。说我。说你什么？行了，不说了。一会儿我们俩去商场看看衣柜，然后他去做美甲，然后我那个去在中国去旅游，手机还丢了，然后去补手机卡。好了，再见，拜拜。出发了，今天是阴天，现在胡志明每天下大雨，哗哗的，忙碌起来，这两天忙碌完之后去找九妹儿。
干，脏就得了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心好乱呐。去哪里？谁？你？你是我吗？你去，我不做，你去呀。我没有，他去做指甲。我哟，好难看呐！不好了，该妈妈吗？妈妈没。娘。哎呀，开始跟他妈妈视频。哎呀，心好乱，心好乱，兄弟们，怎么办？心好乱，心好乱。哎呀，这衣服怎么了？哎，就是不知道怎么给他甩掉，然后去见九妹儿。不知道找个什么借口给他甩掉，然后去见九妹儿。看什么？Open. Open. 啊，三分。三分。三分水。二分，这是二分。三分。老公，你看。你。嗯。三百米。OK，OK，好了，带他去见美甲，做美甲了。走，走，走。我给我老婆叫过来了啊。今天晚上我要去很远的地方和朋友去喝酒，不能回来。啊？懂吗？懂。你一个人在家好吗？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？鬼。没有鬼。有。那怎么办？你哥一点等你睡觉。很远，坐车要三个小时。不睡，不睡，不睡。不可以不去。嗯。你自己在家好不好？我不去啊，我晚睡，好吗？那你今晚上回你自己家，明天我就回来。嗯。好。嗯。OK。明天我回来去接你。嗯。嗯。OK。好了，打发走了。兄弟们，今晚出去潇洒去了啊！去哪玩呢？你们说去哪玩？去哪里玩好呢？找妹子去，找妹子去啊！晚上有可能去方老喝酒，偶遇。然后国王酒喝起来，今天带着国王酒出来的，出发啊！整就得了，干点好事儿，干点刺激的事儿，弄修车让你拔次狼，想几次几次，第二天都不累，只需半瓶，弄就得了。真正国王在喝的，再见。去某宝自己去查柬埔寨国王酒，介绍比我详细，喝就得了。咱们不能出国，洗帝王玉、国王玉、泰玉，但是可以喝一喝柬埔寨国王在喝的，牛逼 class。